在世界范围内，用活人祭祀是原始民族最常用的一种祈祷方式。这样杀人带给统治阶级的是某种畸形的娱乐。古老的人殉仪式延伸出许多现代娱乐方式，选美就是其中之一。黑海沿岸地区是欧洲和亚洲最重要的连接部分，兵家必争之地，这里自古就建立要塞，历史上饱受战火。但是这里是男人们都向往的天堂，因为在全球评选的十大美女城市中，这里就占据了三个。在黑海的海滩上，美女占据了所有角落，甚至在世界级的选美比赛中，黑海沿岸的美女也经常惊艳绝伦。拥有这样的血统就是美女的保证，可是优秀的美女基因并不是上天的恩赐。部分学者认为，他们主要是东亚突厥人的后代。在历史上，这里曾经被罗马帝国、拜占庭王朝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三大外来帝国占领并统治，甚至在一个时期内被蒙古人攻占。这些强大的帝国统治者将大量的奴隶从亚洲和欧洲的400多个民族押送到这里，建造要塞或皇宫，从而带来巨量的不同人的基因，通过各民族的交融，诞生出大量的混血人种。此时的劳动力极大的富裕了，祭祀已经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娱乐，所以出现了闲着没事儿杀人玩的游戏。杀男人的游戏不外乎斗智斗力消灭弱者，角斗士的方式就是其中之一，杀女人的游戏就是选美。统治者将约10000名14岁到18岁的少女中选出100人，在海选的过程中极其残忍，五官比例、身高体重是最基本的比赛规则，甚至丈量少女的睫毛和臀围，不达标者全部活人祭祀。在这场屠杀中能活下来的，那不都是极品美女吗？这样的选美祭祀断断续续持续了7个世纪，在公元14世纪才真正消失。这场无心插柳的选美大屠杀，让黑海沿岸成为了令世界羡慕的美女国度。所以我觉得走过40年，然后依然会觉得其实自己还是这一生都很平凡。当你去感慨说自己的平凡和无力和平庸的时候，你会又突然发现以前做过的事情的那一瞬间，以前写过的文字，以前拍过的影像，它组成了你所有的这个注定平凡人生中的不平凡的那些小的亮点。微信搜索野心公众号，让平凡的生活不平淡。